国际天后李玟暌违四年，终于在2013年推出全新专辑《盛开》，全亚洲好评不断。Coco 一边忙着筹备及宣传新专辑，一边受邀担任内地大型选秀节目《中国梦之声》的评审，专业又亲和的点评深获选手及观众的喜爱。随之，宝贝姐 Coco 李玟人气水涨船高。除此之外， Coco 李玟更二度受邀在央视春晚演出。马年春晚在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的指导下，将打破央视春晚30年历史，首次由流行乐坛歌手开场，更选中 Coco 李玟的作品《想你的365天》作为开场曲目。Coco 对此感到相当兴奋，期待给所有观众一个全新的体验。日前，与冯小刚导演为春晚演出开会，会议一结束， Coco 和两个姐姐就争相与冯小刚导演合照。Coco 笑说：“我们都变小影迷了。”郑维斯，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我是大鹏。